你好，我的朋友，我又来介绍我的房子。这是我的在房间。那是我的玩的游戏电脑，我喜欢 Among Us Tycoon。我没有狗，但是我有两只鸟，它们在我的左边。他们很可爱。我每天在客厅看 David Dobrik， 他现在我的后面。这是我的在楼下，我爱我的房子。这是我的妈妈，她喜欢每天在厨房做饭。我喜欢他的饭。这是我的厨房，这是我的客厅，和这是我的浴室。谢谢我的朋友和老师，再见，我的同学们。